内滑板先时尚，时尚最时尚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小羊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，摩擦摩擦。我叫庞麦郎，我来自台湾金融，目前居住在陕西。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，站在光滑的地上摩擦。2008年就开始学歌，我写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我的滑板鞋。我给自己打着节拍，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，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，站在美丽的月光下。我也挺喜欢跳舞的，对，平时的音乐响起来，我就在家常溜冰的话，我就在溜冰场溜冰。但我听了音乐的时候，我的感觉到身上这个音乐带动起来，就这样子。我想我可能要洗早上滑板鞋跳舞。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梦。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朝阳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，站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。